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 SAS 编写高质量 CSS 系列课程。这一节课呢，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项目实战部分。在这节课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课后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使用这个自定义的一个方形和这个义气呢，来实现这个三格布局。其实简单的说，这个三个布局呢，其实根本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也就是想输出这样一个 core 一，这样一个 core 二，这样一种 width，就说根据我们指定的这样一个列的一个数量来输出我们每一个列的一个宽度，那这个宽度呢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列的一个数量来计算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就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具体应该怎么用代码来实现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Sublime。好，进入我们的 Unity 10。好，我们进这儿。在这儿我们就新建一个来看吧。Demo 3。好，来看一下应该如何来编写。首先呢，我们要满足要求，就是说要有一个方形，这个方形呢叫 build layout。好，当然我们的 num 加上去。这个地方呢，由于我们这个方形呢，它是不能够直接生成我们这样一个一组这样一个 core 的，这样一组标签的样式的。那如果直接用 for 来生成怎么办呢？是做不到的。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它来生成一个 map。这个 map 呢，也就是用来提供这样一个 key 和 value，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名和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width 的一个值。然后呢，利用我们的 missing 来生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结果。这儿呢，由于我们不能声明这样一个空的 map，所以说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为了要计算我们这个每一个 core 的这样一个 width 的话，我们来引入一个变量 rate 来计算。怎么来算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一除以我们的这个 num，就能够将它均分。然后，为了转换成百分比的话，我们还需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接着呢，我们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可以利用 for 来生成我们的这样一个 map 的一些 key 和 value。我们要从一开始，然后到五。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包含五，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用 throw，而不是用 to。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一个什么呢？临时的这样一个 map。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 key 给指定好。这个 key 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class name，然后它的值呢，也就是我们的一个 rate 乘以我们的这样一个编号。好，这个时候怎么把这个 template map 然后写入到我们这个 map 里面去呢？我们就需要利用 map merge。我们把 map 和这个 temp map 合并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就写入到我们这个新的 map 里面去了。当然，最后的话，我们还需要利用 map remove 把我们一开始定义的这样一个多余的一个 key 给吃掉。那这个时候利用 return 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个 map 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值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debug，然后呢 build layout。注意呢，这儿因为有默认值，所以说我们不可以不传。如果没有默认值，那我们这个参数是必须要传的。为了看效果，我们还是把 watch 开上。好，看一下，这儿有一个错，是哪一行？第四行。
这里应该是 lamp。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有错误。检查一下。是没有写，哦，这儿是 from 而不是 form，这里一定要小心。好，我们看这边有没有输出我们的一个值。注意看 debug call 1 call 2 call 3 call 4都有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 function 呢是成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什么呢？ missing。 当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一个名字，同样的一个规则，给它设置一个默认值，这样我们可以避免输入。当然，这里的话，这个 map 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上面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了。当然，参数我们得一起带过去。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 each。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each 和 function 都用到了，那这样就满足我们的一个提议了。当然。可以，我们的 width 和这个 value 是需要相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使用 mixing 就要用 include 来使用了。好，看一下有没有生成。可以，哦，注意看这个地方可以写错了，应该是这种。call 1 call 2 24 16 80 100，那我们随便改一个参数看有没有效，比如10。好，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就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有哪一个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实现的一个目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基础的一个项目结构，第三个呢就是客户任务。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客户项目目标。项目目标是什么呢？肯定是实现了这个 SaaS 的这样一个官网。那么主要实现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主页，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 install 这样一个页面，第三个呢是这个 basics 这样一个页面。然后呢，是我们这样一个文档 ，Team SaaS 和 Lab， 也就是我们这一堆的一个菜单。除了这个 Blog 之外呢，其他都要实现。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内容。我们接着看 SaaS 呢，它作为一个这个 CSS 框架的话，它在一个 Web 项目里面呢，它并不是所有的，不就并不是所有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要创建项目的时候，我们首先呢要把它当成一个 Web 项目来创建，然后呢才是我们这样一个 SaaS 项目。好，所以我们来简单的创建一下，这个呢跟目录我们已经创建好了，叫 SaaS Official Website， 就是说 SaaS 官网。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创建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呢？首先肯定是控制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使用 Node。Node 里面的一个叫 npm init，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创建我们的一个前端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名字，注意看，这里的名字呢，它不支持这个大写，所以呢，我们要全部给它改成小写，才能够通过。如果你觉得不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用中横线分割。好，版本随便设一个秒数。
这个入口点的话，我们这肯定是一个 HTML，这些我们都不管。这个随便写一个，好，输入 yes，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项目文件就创建好了。有什么用呢？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创建我们的这样一个 compass 项目，这样呢，我们要带上这样一个 bell 这样一个参数，什么意思呢？带上这个参数之后，我们创建的这个项目呢就比较纯净。看一下，这里面没有多余的一些内容了，而且也没有我们的 style sheets 这样一个目录了。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就不没有不必要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一般用不到那里面的默认的这两个几个 SAS 文件。好，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项目创建。主要分为两个步骤，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Web 项目的一个创建，第二个呢是 SaaS 的一个创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项目结构。这里的项目结构呢，主要是指 SaaS 这一块的一个项目结构，其他方面的一个结构呢，我们这儿就不说了。SaaS 的一个项目结构主要分为哪些部分呢？从我们这个项目来，这个 SaaS 官网来看的话，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呢？这个 base，然后呢 helpers、layout、pages、themes 这几个东西，这几个点。这个 base 呢，主要是干嘛的呢？主要是放我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初始化的一些，就是 reset 重置啊、重设的这些样式。那这个是组件，组件呢就是说我们要放一些 button 呢、然后一些 drop down 这些之类的，但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呢，这个目录应该是用不到的。第三个呢是 helpers 有哪些东西呢？主要是一变量、方形和这个 mission 这些东西。然后 layout 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header 和 footer 这几个可以切，是可以动态切换的，所以这里呢。可以让它在这里独立出来，然后呢是 pages，为什么有一个 pages 呢？我们看一下，在这样一个 SaaS 里面的话，网站里面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页面，那么这几个页面呢，就需要有可能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样式去控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每个页面独立的样式放在这个 pages 里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很轻易的把它做这样一个拆分，然后最后的话有一个 main 点 SaaS，它呢主要是干嘛呢？主要是引入我们这一堆的所需要的一些文件的。好，整个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目录结构，我们先创建一下 base。好，对于组件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先不创建。Layout pages。Themes。之后呢，是我们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文件，main 点 scss。好，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比较标准的这样一个项目结构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课后的一个任务。第一个呢是。课任务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搭建 SaaS 官网的这样一个项目环境。这里呢，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搭建环境呢是有两个步骤，一个呢是 Web 项目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搭建。那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创建一个项目文件出来。第二个呢，主要是我们 SaaS 的
一个工程的一个创建。这里呢是利用的 Compass Create 来创建的。那这儿呢需要注意这个 build 这个参数的一个含义。好，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下节课继续。